魁地奇，哦，你快忘了规则，就是在北校斯坦尤宁附近的草坪上举行的魁地奇比赛。这边是个湖，漂亮的湖，然后我看绿衣服，真的是没劲啊，可能是没劲。哦，这比赛显得，我觉得这已经能够接近魁地奇的最真实的可能。哎，这个人进攻，这个人好像视野很强，传给了这个人，这个人传给了这个人，哎，就是不能飞的话，玩这个运动其实还不是特别有意思。哎呀，tackle，所以 basically it's a combination of football and Quidditch。It's gonna be fine. That's gonna be interesting. Oh my god. Oh, this, that sounds.